约翰福音第九章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门徒问耶稣说：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：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：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：这不是那从前做着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：是他。又有人说：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：是我。他们对他说：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？他回答说：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：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。我去一洗，就看见了。他们说：那个人在哪里？他说：我不知道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，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。瞎子对他们说：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去一洗，就看见了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：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：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他们又对瞎子说：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？他说：是个先知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，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，问他们说：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，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？他父母回答说：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就瞎眼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，我们却不知道。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他自己必能说。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因此他父母说：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，对他说：你该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。他说：他是个罪人不是，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他们就问他说：他向你做什么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他回答说：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们就骂他说：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，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人回答说：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，神才听他。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他们回答说：
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：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：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：主啊，我信。就拜耶稣。耶稣说：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，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